上感情则是温泉，那几分如何回答才不自敷衍，我一直却说实在抱歉，关于你真实身份我不了解，为谁记得每一道泡面，坐在沙发上的年轻闭着双眼，有一个问题一闪而现，你到底是谁如何听无数次矛盾之间，我们都陷入怪圈，看谁先坠入深渊，谁人地把本还只在眷恋，终于没忍住，还是亮出杀手锏。